喂，真的？哦，知道，放心啦，好，好。谁的电话？一凡呢？婉一他怎么了？很好了，不过是你走了吧。怎么会这么快？你是因一向把人捏得紧、扣得死，现在把自己的性命都赔进去了。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那婉仪呢？婉仪她在哪？她怎么样？她在医院呢，你放心了，有一凡陪她。加油！快点，加油！再来，加油！再呼口气，快出来喽！看到头了，看到头了！加油，加油！再来，再用点力，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加油，加油！往下用力，往下用力！好，就不要忘了，来，把它吐掉，再深吸一口气，来！快出来了！好，憋住，再来，往下用力！再用点力，快点！加油！再来，再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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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深了。好，先松一口气。恭喜你。生了没有啊？生了，顺产。是男是女啊？是男孩，恭喜了。哎呦，是男孩了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产妇啊？他的身体比较弱，恢复得慢。等他稍微好一些的话，护士小姐会再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没错，生了。哎，儿子哎，还不知道长得像谁呀？你们别管我，折腾了一个晚上，你们一定又饿又累的。我在这儿等消息，你们去吃一点东西。妈，我们不累也不饿了。
知道你现在心情一定很复杂，万一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了，我们当然应该高兴啊。可是我一想到他又要跟我们分开啊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不知道法院什么时候会来通知。哎，对，哎，一凡，我们可以保守秘密啊，不要让消息泄露出去啊，然后我们可以拖一天就一天啊，说不定到时候什么毛病又犯了呢。等了好几个钟头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女儿？伯母，你女儿的身体很差，婴儿虽然平安出生，可是她大量出血，这几个钟头我们可是费尽了全力来抢救。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她很虚弱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她现在在恢复室，你们可以过去看她，不过请尽量让她休息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快快。看到小孩没有？看到了，是个男的。少让他说话。婉仪啊，医生说你大量出血，身体很虚，要好好的休息哦。生个女儿嘞，还替你想了好多女孩子的名字啊，结果现在是个儿子，没关系，我会替我干儿子取个大吉大利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叫焕然。啊，取好了。这是世英最喜欢的名字。在这之前，他曾经以这个名字发表法学撰文。好，待会儿我就告诉护理部门，叫他们把名字就挂在牌子上面。还有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说话了，你现在还很危险呢。啊，秋冬。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除了月，我恐怕不会有机会去看世英。麻烦你帮我跑一趟，告诉他焕然平安出世的消息，好不好？真是。好了。Thank you.
陈世义，对不起啦，你走了几个月啦，我也都没有来看过你。哎，不过我今天看到你这里的环境呢，这么整齐清幽，我都替你感到安慰啊。婉仪算是对得起你啦，你的后事都给你办得这么尽善尽美。那说重点。其实哦，我跟一凡哦是受婉仪的拜托，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婉仪已经帮你生了一个儿子，哎，叫焕然呐、啊，这就是你的意思嘛？那小孩啊，长得很漂亮，哎，鼻子很高，很像你啦。哎，不过婉仪就不好了啦，她血流太多，因为她身体太坏了啦。那子琪，我会遵守我的诺言，好好照顾婉仪跟孩子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哎，还有啊，婉仪随时都要回到牢里去了，她还有两年半的苦窑要蹲呢、啊。陈思义，你要地下有知啊，你千万要保佑婉仪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段最艰困的日子啊。您的访客，哎，稀客稀客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的办公还打搅您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如果估计的不错的话，是不是婉仪生了？前天生了。男孩女孩？男的。那很好，陈世英有了传人了。有什么不好消息吗？婉仪是不是她？哦，婉仪她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生完这个孩子也受了不少的苦，产后又大量失血，现在身体虚得不得了。你继续说下去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孩子落地之后，婉仪就必须要重返监狱的命运。但是，当然。法令是不能违背的，但我想请教的是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再跟法院申请缓刑一段时间呢？等婉仪身体好一点呢，而且也可以让她跟小孩多接近接近嘛。啊，是，只要一想到婉仪要跟小孩分开的那种画面，我们心里就很难过。那婉仪她本人的意思呢？她什么也没说啊。自从陈世英死了之后，婉仪她绝口不提重返监狱的事。当然，她不提，那我们更没有勇气去提这些伤心又伤情的事。如果医院肯出证明的话，这件事情应该可以通融。婉仪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合作，定期向治安单位报到。那何社长，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婉仪？当然要去了。于斯，我很喜欢他。于公，我是他律师，是他担保人。走，说走就走。来来来，请你请。